good evening good afternoon and good morning。晚上好，下午好，早上好。欢迎来到打破政治神话，欢迎来到我们的第101次讨论。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京都大学的副教授，帕斯卡尔洛塔兹教授。他还制作了一个非常棒的 YouTube 频道，叫做中立性研究。我强烈推荐大家关注。 他还非常慷慨的允许我们重新发布他的一些精彩内容。Pascal，你在日本过得怎般？你 <'m> 好，Stemti，I、yeah, see you here，Sendis 又请我。 很高兴你能来这里。让我补充一下你的介绍。你的 YouTube 频道 Neutrality Studies 是用英语的，同时也有一个西班牙语版本。你在那上面发布所有内容，叫做 Sandbox Español。我们会在下面的描述中链接所有内容，但请去看看，因为真的很值得。Pascal，我想先从一些更一般的话题开始。 然后再深入讨论。我想和你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离欧洲的公开战争有多近？你认为这种潜在的公开战争会多快升级为核战争？所以，首先，我们已经在欧洲有一场公开的战争。

这场战争可能会升级为我所称的四百年来的第五次欧洲全面战争。人们常常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并不是全部的故事。我们经历了三十年战争，结束于一六四八年，还有拿破仑战争。这两场战争在欧洲的规模上相当于世界大战。 他们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区别在于，当时的殖民大国还没有 part 扩展到足以将战争输出到全世界。但本质上，他们是欧洲的全面战争，几乎每个国家都参与其中。然后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五次这样的战争的门槛上。 如果世界幸运的话，其他国家可以置身事外，这将仍然是一场欧洲的全面战争。如果不幸，它可能会扩展到亚洲和北美的大部分地区。然而，鉴于当前的形势，我认为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更为隔绝。即使欧洲人全面开战，其他国家也有很大可能不会卷入其中。 但这可能是一场第五次欧洲全面战争。我们离得很近了。根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奇先生的说法，这大约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呃，That is only about three months away, and I hope he's wrong. I really hope he's. 我希望他是错的。我真的希望他是错的。在他与我的同胞罗杰·科佩尔的采访中，他是一位出版商。我也曾有机会在我的频道上采访过他们。 他们的报道非常好，武契奇说可能需要大约三个月。匈牙利人非常非常担心。维克多·欧尔班一直说，如果北约派遣军队，他就不会派遣任何军队，除非你真的担心这件事会发生，否则你不会这么说。这不仅仅是为了在国内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 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真的很担心。欧洲媒体排放有的声音认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损伤，认们对此很兴奋。有很多人说，我们不应该担心核战争或一般的战争。他们认为，我们只需要给俄罗斯一个教训，并分裂俄罗斯。 欧洲人刚刚任命卡亚卡拉斯为他们的新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实际上是欧盟的外交部长。博雷尔下台了。啊，你说新的那位？卡亚卡拉斯是新的那位，没错。是的，他是在两天前或一天前来的。博雷利现在是前任了。

所以，欧洲发出的所有信号，就像是我们很乐意与你们开战一场全面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担心。你问到核问题，在主流媒体中，我们读到不要担心核武器，不要担心俄罗斯人在虚张声势，这是非常愚蠢的，玩火、玩核火，不认真对待这个风险，真的是非常非常愚蠢的。俄罗斯人实际上在内部，他们发表了说。 有这些论文，他们有这种论调，你可以关注所有这些。卡拉加诺夫一位主要的知识分子说：“我们需要让欧洲人明白，他们必须害怕我们。我们需要再次在他们心中灌输恐惧，因为他们似乎不认真对待。这就像好吧，这。” 我已经束手无策了，因为在日常与人们的讨论中，似乎没有人担心。每个人似乎都认为，因为我们在冷战中凭借运气没有发生核灾难，所以一切都会再次好起来。他们认为，普京只是像侯赛因那样的混蛋，需要被制裁，可能像侯赛因那样被绞死。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立场。 我非常担心这种愚蠢会让我们在100年内陷入第五次全面战争。We land us in the fifth general war in four hundred years. Yeah, yeah. As as you were saying, um, that, and I was. 是的，当你说到这一点时，我想起了三四次针对这个早期预警雷达系统的攻击。这些雷达系统。 距离冲突区接触线在俄罗斯境内数千公里。根据俄罗斯的核学说，攻击这些雷达系统足以成为发动核战争的理由，对吗？这与接触线的敌对行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完全同意这一点。让我问你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p b 帕布 c a r 在直接战争的 d i s r o a s t Remember，七分七分的共战争和缓的升级，你 <大陡 S 1> 完全正确。但是在冲突升级，并且欧洲直接派遣军队参战的情况下，你认为美国支持欧洲对抗俄罗斯的可能性有多大？还是你认为美国会说：“好吧，伙计们。” 这已经有了回报。我们要离开了。现在我们专注于中国，这是我们真正的对手。我们把你们留在这场对抗俄罗斯的战争中。你认为美国在那场战争中的最终角色会是什么？嗯、um,，The United States，just like with Israel。 美国就像对待以色列一样，无法从欧洲战区撤出，因为他们已经深度介入。我不是指政治上的介入，而是指操作上的介入。你看，在德国的拉姆斯泰因有一个巨大的美国军事基地，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波兰和罗马尼亚都有美军驻扎。这些部队也起到了触发线的作用。这意味着，如果冲突升级， 俄罗斯人认为别无选择，只能攻击这些军事设施。许多美国军人将会死亡，可能是数百甚至数千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将无法从欧洲撤出。美国公众的情绪将是绝对的愤慨，他们会要求报复。 美国人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是美国人的生命，因为在九一幺事件中，有三千名美国公民死亡。美国人基本上把中东和中亚点燃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在南美和中东被美国人杀害三千、四千、五千，甚至一千人的情况。

乌克兰被摧毁了，其三分之一的人口现在在乌克兰之外，其工业和经济能力远不如以前。这种破坏可能会发生在欧洲的许多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如果冲突升级为核战争，很可能首先发生在欧洲大陆。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互射导弹之前，他们会先瞄准其他地区，以避免直接对抗，像华沙。 罗马尼亚部分地区、什至柏林这样的城市都可能难分房的。尽管柏林在美国的核保护伞，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呃，it's it's it's a catastrophic situation, and the Americans wouldn't be able to take themselves out. And you saw how keen they 美国人将无法自拔。你看到他们在中东局势升级时多么急于缓和。当时以色列炸毁了叙利亚的伊朗领事馆。 这是一个可怕的行为，旨在将美国拖入与伊朗的战争。他们设法与伊朗一起缓和了局势，因为美国不可能从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中脱身。同样，如果美国人员在欧洲丧生，他们将被卷入其中。我无法预测事态将如何发展，但我不认为美国人在欧洲失去数百或数千名士兵后会说。 好吧，我们吸取了教训。那不会是他们的反应。我认为俄罗斯人也知道这一点，这也是他们克制自己不走那么远的原因之一。他们仍然在尽可能强硬的在代理战的空间内作战。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美国人和欧洲人正在发出信号。

俄罗斯人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在乌克兰前边界内的任何地方，包括克里米亚，对他们来说都是公平的目标。你可以攻击它，他们不会认为这是超出范围的升级。但如果你开始攻击别尔格罗德的目标，乌克兰人已经这样做了，或者攻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比如你提到的核侦察系统，那就是明显的升级。

他说，法国和英国的军事人员在编程从乌克兰发射的远程导弹，那些风暴阴影导弹和斯卡尔普导弹。所以这不是我们在猜测的事情，这是公开接受的事实。但让我问你，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你认为这种情况会如何改变？今天我们将有第一次总统辩论，那肯定会很有趣。 你认为在你描述的一般情况下，这方面会有变化吗？我的意思是，这是我唯一的希望。让我这样说吧：如果乔拜登赢了，那么我们知道什么都不会改变，对吧？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这个人会继续以他目前的方式做事。 政策团队也会保持不变。我不知道拜登先生还能做出多少决定，但我们知道杰克·萨利文在那里，我们知道布林肯在那里，而且我不认为这些人在第二个任期内会消失。所以机器会保持不变。我不认为那台机器会改变方向。也许他们会因为想与中国对抗而改变，但我不会打赌。 他们的整个声誉仍然取决于亚历克斯·克里斯托弗鲁的乌克兰计划。乌克兰项目对这些人来说非常重要，他们会想方设法完成它。所以，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至于特朗普实际上会做什么，当然我们不知道。 他说，他会在第一天找到结束战争的方法。他最近说，北约是问题的一部分，北约的扩张激怒了俄罗斯，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对吧？奈杰尔·法拉奇也说了同样的话。这代表了与权力非常接近的顶级政治家的言论发生了变化。所以，如果特朗普重新上台，我认为他可能会找到一种方法，并开始与俄罗斯人对话。 说类似好吧，你们想要一个协议吗？让我们做个交易。特朗普先生，根据他如何描绘自己以及他在第一任期内所做的事情，是最接近实现这一目标的人。他是唯一一位曾两次会见朝鲜领导人的美国总统。尽管这涉及激烈的言辞。

虽然上次他当选总统时，他在外交政策上选了完全错误的人，他任命蓬佩奥为国务卿，他还带来了那个海象般的家伙，他叫什么来着？博尔顿，约翰·博尔顿。他在各个层面上都是一个卑鄙的人，尤其是在他愿意为了实现自己的外交政策愿景而杀害数百万人的方面，他没有降级任何常驻官员。 维多利亚纽兰还在那里，还有新保守派，所以所有这些沼泽生物都留了下来，甚至被提升了。但那是上次的事了。也许我会有一点希望。现在，It's its days go I can't don't I。塔格罗 s 不会重新任命他们。 但实际上，没有什么能让我对此有把握。此外，如果你看看他的捐助者，比如在以色列问题上，很明显他仍然在这个泥潭中。他要么选择不去争斗并随波逐流，要么他真的认为从与 AI PAC k 有关的捐助者那里获得数百万美元，并使用亲以色列的言论很重要。不管是哪种情况。

嗯，我大体上同意你的看法。我也和你一样难以相信他是最好的选择，但我应该把这表述为在美国总统职位上的娇小的恶。 作为一个左倾的人，我不喜欢他所说的很多话，但我确实相信，在这方面他是较小的恶，所以在这方面我的看法和你完全一样。但我也注意到一件事：如果他能缓和乌克兰的冲突，那将是 first step to。但是，为什么 t e 不掉？经过台湾、菲律宾、土耳其，you see befor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and so on. In fact, he was the one who somehow started to. 事实上他是第一个开始重新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奥巴马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反恐战争上。然后特朗普上台说好吧让我们对中国实施制裁让我们把中国作为我们在争夺世界霸权中的主要对手或挑战。所以你不觉得 我们可能是在扑灭一场火的同时，又点燃了一场新火吗？你怎么看？Starting a new one with Trump, how do you see that? Yes, that that is a possibility. 是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认为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特别是在国会中，唯一达成共识的，一起喊 s to 就会 m 抗中国”。

但这是他们所说的。他们说我们需要威慑中国，对吧？但即使这是真的，它仍然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你所做的一切，最终导致了一些善意的威慑倡导者想要避免你激起了它，因为在国际关系中，这真的很简单。

这就导致了升级和安全困境，这一点至少是确定的。现在，我不认为他们是诚实的。我相信他们实际上想要那场战争，因为他们想要打击中国，就像他们想要打击俄罗斯一样。 俄罗斯应该走南斯拉夫的路，应该再次解体。然后，我们应该对中国做同样的事情，分裂中国。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榜样，对吧？你可以漂亮的分裂中国，让西藏、香港、新疆和满洲部分独立。你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核心中国，上海可以和周边地区一起独立。我是说，你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 而且我很确定，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这已经发生在他们的一个战略对手身上。他们一直梦想着复制这一切。如果我在中国，并且了解中国历史，我会担心这一点。 中国本身经历了统一和分裂的时期。我确实认为，美国的战略家和共和党人会试图将他们的努力转向中国。Rama，特朗普运动、Maga 运动，是我们在过去八十年里在美国内部看到的最接近于一种约束努力的东西。美国优先的意识形态专注于我们自己的国家。上一次显著出现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 今天，这些人常常被贬义地称为孤立主义者。贬义地说，这些人被称为孤立主义者。然而，通过我的研究，我不断提醒人们，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孤立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是中立主义者，他们是中立的。 他们不会干涉外国的战争，并且用昆西·亚当斯的话说，不会去国外寻找怪物作战。他们只会专注于自己。唐纳德·特朗普的运动，至少是那些支持他的基层民众中，包括一些这样想的人。如果美国有可能变得更加自我克制，并专注于改善自己的国家和半球，那将是因为这些人。 即使是他们，也不会说南美洲与我们无关。即使是这些人，也会认为拉丁美洲是我们的后院。但这已经比想成为世界霸主，告诉中亚人民如何生活，并试图分裂中国和俄罗斯以统治世界要好得多。 这将是朝着一种较不好战的国际关系管理方式迈出的一步。再说一次，我不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粉丝，但在我们所有现实的选择中，他是最接近实现这一目标的人。肯尼迪先生曾带来一些希望，但现在已经消失了。第三方候选人真正赢得总统职位的时刻仍然遥远。 是的，我同意。他们在欧洲和亚洲方面是中立的，对吧？至于拉丁美洲，他一直被认为是他们的后院。他们遵循门罗主义。但你对你的解释完全正确。两周前，我们在你的祖国瑞士举行了所谓的和平峰会。与此同时，就在峰会开始前一两天，普京总统阐述了俄罗斯要求的停火。 和谈判条件，你认为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个能否让我们更接近可能的解决方案？还是你认为双方完全陷入僵局？不，他们不是。他们实际上是我对外交解决方案抱有希望的最接近的事物。双方都正式拒绝了他们。 但他们都足够重要，能够引起关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比以前更接近外交谈判的开始，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阵营的底线。欧洲人，或者说集体西方，或多或少已经正式放弃了泽连斯基的和平方案。我 h a t 意思，Sir？ 我最大的担忧是，我们最终会在瑞士和平峰会上重申泽连斯基的方案。该方案要求俄罗斯投降，这与任何合理的东西相去甚远，是一条死胡同。瑞士和平峰会的结果实际上更接近中国在其和平提案中提出的一些条款，虽然仍然很远，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更接近了。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的是他的底线。 他提到的最明显的条款是乌克兰的中立性，这意味着不加入北约。他实际上说了中立和不结盟，两者兼而有之。另一个条件是乌克兰军队从四个州的领土撤退：扎波罗热、赫尔松、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

俄罗斯人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不会停止射击，他们不会同意在接触线上停火，他们有战略目标。上次他们表示愿意谈判是在二零二二年四月，他们撤退了，乌克兰立即填补了空缺，并批评他们，称他们软弱。 这次他们不会再这样做了。然而，即使在战斗继续的情况下，我确实认为我们比以前更接近谈判的时刻。弗拉基米尔·普京最近也重申了条款仍然相同，并且有效。这果我有希望，如果选择了这条路，我们会考虑去。如果欧洲人和西方国家，好吧。 G.C. 战 said i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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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你们的判。我希望这实际上是在讨论范围内的。不过很明显，瑞士和平峰会并没有带来和平。然而，对于整个反复谈判的过程来说，它可能并非完全无用。在我自己的频道上，我称其为灾难。但就正在进行的过程而言，它可能仍会带来一些可以成为解决方案一部分的东西。 尽管我们看到的绝对还不是解决方案。e a h y e yeah. In fact, um, one of the um 是的，事实上，这个非常淡化的决议的最终要点之一是冲突中另一方的参与。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参加和平峰会。 这部分是由乌克兰的一些最大支持者，如德国提出的。因此，在这方面，尽管它是一个灾难，正如你所说的，我同意你的看法，但它可能在外交上使我们更接近解决方案。从俄罗斯方面来看，我不不确定普京提出这个建议是期望它被接受。我认为他反而期望相反的结果，但这仍然是朝着解决方案迈出的一步。

你怎么看，帕斯卡尔？为什么欧洲会走上这条对欧洲毫无益处的自杀性战争道路？嗯，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需要在这里说清楚。我不认为欧洲人只是自作自受，他们是在自毁双脚，并试图同时切断他们。这是最愚蠢的政策之一。 在愚蠢政策的历史上，欧洲有很多。这是一个因愚蠢决定而导致一次又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陆。通常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导致他们走到这一步。请记住，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在君主制国家之间进行的，这些国家的君主都是一二级亲属。 甚至君主们也说：“是的，我们必须去做这件事。”德国人、英国人和俄罗斯人是表亲。天哪，他们还是选择了这样做。所以这是一个愚蠢决定的历史。但目前，尤其是坚持走一条已经证明行不通的路线，比如制裁。两周前，欧盟实施了第十四轮制裁方案。talking about the sanc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two or three weeks two weeks ago three weeks ago 现在的情况已经荒谬到极点如果不是因为这么多人失去生命的严峻局势，这简直就是滑稽至极。俄罗斯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美国经济也在蓬勃发展，欧洲经济在衰退。 德国正在去工业化，德国投资者尽可能的离开，并在其他地方投资，包括美国。美国赢得了很多。从宏观战略层面来看，美国从中获益良多。美国做得非常好，他们确保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内，在为半个地球，安能不互相残？ 吹风，欧 <Tr> 洲人比以前更加厌恶斯 f 林、纳 e n 选择检查繁荣的经济，检查像战争工业检查。对美国人来说，这太棒了；对欧洲人来说，从国家层面来看，这毫无意义。你们是更大规模战争的潜在战场，你们在经济上正在失利。 德国人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被炸毁了。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是乌克兰的一个流氓分子，对吧？你们支持的国家也许是一个流氓分子，所以也许不在直接控制之下，但与官方政府密切相关。这是最好的情况，可能是乌克兰那个国家，这会使情况更糟。 可能是你们的一个北约盟友，这会使情况更糟得多。而解决办法就是忽略它，我们不要再谈论它，它会消失，我们都会忘记它，而我们确实忘记了。我的意思是，这在媒体上没有报道，但这是目前自杀意图的程度。 而且，这似乎仍然存在于一些全球主义精英的脑海中。他们与美国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都愿意这样做。我将其与冷战期间东欧领导人和精英们牢牢依附于苏联的方式进行比较。他们的生存依赖于苏联的政治支持。 因此，他们尽一切可能维持这种支持，而一旦这种支持消失，这些国家就崩溃了。同样，我认为今天 CEO 的许多精英如果失去美国的支持，很快就会失去权力。我们最近在欧盟选举中看到了这一点。 这是件好事。这让我们了解到，许多人并不支持当前的轨迹。尽管仍有太多人支持他，但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彻底疏远了。而这个群体只会不断壮大。我们现在看到了裂痕。我们看到匈牙利人并不完全支持，斯洛伐克人也不再完全同意，意大利对目前的走向也不满意。尽管梅洛尼仍然总体上表示效忠。 这些裂痕正在显现，我希望他们会变得更大，因为目前欧洲国家的国家利益似乎被放在了次要位置。我们也在整个与美国团结一致和保持团结的言论中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即将在下个月初，也就是七月初，在华盛顿举行北约峰会。 这可能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新的线索。目前，我们看到有力量在努力遏制这种全球主义运动向全球北约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全球北约和更多一体化的想法。许多欧洲人支持这一点。我认为现在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导致了我们目前在欧洲的战争，并将我们带到了更多冲突的边缘。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加倍努力。 继续采取同样的方式，认为在某个时候它会奏效。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害怕更多的战争，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认为他们被误导了，可能会把我们带上灾难。 ，yeah，let's yeah, forget next to the not to um，the 是的，我们不能忘记北溪管道的破坏和对菲科的暗杀企图。菲科本人将其归因于北约，更不用说奥尔班，或者说匈牙利的奥尔班始终受到的歧视。我不需要澄清，我在政治上不喜欢奥尔班。正如我所说。 我是一个左倾的人，而他是一个右翼政治家。尽管如此，很明显，他因为拒绝战争而一直被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勒索，这是一个事实。帕斯卡尔，你住在日本，所以我相信你对公众舆论有很好的看法。你在街上看到什么？普通日本人如何看待这场冲突？他们如何看待日本在这场冲突中所持的立场？

总体来说，他们的观点与欧洲的相似，但情感层面要低得多。我一直在说，这里的事情只是以较低的强度在酝酿，不会爆发。从我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的情况来看，这里的媒体总体框架与我们在欧洲看到的相似。然而，我在朋友家看到了一些节目，时长大约三十到四十五分钟，试图解释冲突的起源。 这是我在欧洲不常见的。e 们没注意，n 成立的规则的形成。我在这里接受了几家报纸的采访，包括《朝日新闻》。记者试图了解瑞士的中立性。他花了两周时间写了一篇半夜的短文，并采访了不同的人。 他们试图深入探讨，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带有叙述性，这已经很不一样了。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主要解释框架来自西方，比如《纽约时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构建。总体来说，israeler brjot ullas suvoti nuot spain, ullas suv bimats inifes suv swiss lambing, e wukalans at suv, anves ramsivank at zai tohait.

他们更愿意接受通过谈判明天结束战争的观点，那将是很好的。我的许多日本朋友都同意，并说那将是极好的。罪责的问题因此退居次要地位，这让我对他们的观点感到积极。我想这就是我大致能说的。 日本的做法与瑞士类似，情感强度较低。他们对乌克兰战争的政策与瑞士相似，提供人道援助和非致命支持，如头盔，但不提供武器或弹药。他们也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和瑞士一样，但没有军事介入。 在战争参与方面，日本和瑞士在西方集体中排名相对较低。相比之下，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则几乎要派遣军队，并且已经发送了致命的武器。日本人不会那样做。我认为这与他们对战争的不同看法有关。这种看法比许多欧洲人的看法。 更为细致，这是由于过去十年我们所看到的不懈宣传造成的。嗯、regard, Pascal, the, 在这方面 p a s c a l 普京两周前访问朝鲜和越南的情况如何？这次访问是如何被看待的？他是否引起了媒体关注和公众兴趣？还是只有专家在关注？

OK, but nevertheless, I will ask you one last question with regard to. Japan, 好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问你最后一个关于日本的问题。我是日本文化的爱好者特别是漫画和动漫。我认为很多人都喜欢这些包括我自己。所以你是一个在日本生活了几年的瑞士人。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在一个与欧洲文化有很大不同的文化中生活

人们互相关心。我经常在骑自行车穿过京都时想到这些。我看到人们彼此关爱，比如爷爷帮助孩子们过马路，以及人们在许多方面互相帮助。作为一个社会，这是一个我非常欣赏的地方。这里感觉像家一样。我已经连续在这里住了十年，但我第一次来这里是二十年前，从那以后断断续续的来过。 现在连续住了十年后，这里真的感觉像家。当然，这是一个不同的文化，但我一直在想，而且我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这么想了。 日本感觉像是西方最东端的一部分，许多事情的运作方式与您在欧洲所期望的方式相似。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决定脱离亚洲，更加与西方接轨。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这一点。事情的结构方式也符合你在西方的预期。当我去东南亚时，我感到更加陌生，因为文化线索的运作方式不同。 这可能也与我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有关，但他并不感觉那么奇怪。日本人，在人权和对民主的看法方面，与西方的思维方式非常接近，尽管不完全相同。他们非常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这一点我非常欣赏。他们比欧洲人更和平主义。

他们不派人出国，他们实际上限制了相对强大的军队，他们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他们与中国和韩国举行了一次很好的三边峰会。尽管所有这些制裁正在进行中，他们确实试图在区域内进行整合。我认为这也与他们对社会和对外关系的更和平主义的态度有关。我非常欣赏日本。 作为一名学者，这里有很多好的机会。我喜欢许多学术项目，并不是为了产生预定的结果。你实际上可以在这里为有创意的想法获得资助。我的中立性研究使我被两所不同的大学聘用。虽然即使按照日本的标准， 这也被认为是离奇的，但他们欣赏有创意的想法。目前，这是一个相当自由和开放的社会，尽管从外部看起来并非如此。不过，我必须说，这取决于你在哪里工作。如果你在某家公司工作，那么你处在一个非常受限制的领域，文化上也很受限。但 Airbnb 有,有一些空间，我认为我们曾经在欧洲有过。 现在变得就这么受限了。此外，言论自由仍然比欧洲开放得多。而且，这种你必须小心你在说什么。我能不能做这个？我能不能做那个？取消文化在这里不存在，即使有，也是一个大大减弱的版本。这很有趣，虽然对外界来说。

我的意思是，在这里，无论你去哪个车站，你都可以使用车站的厕所。而且，它可能还有一个清洗器，可以清洗你的下半身。而且，它本身也很干净，没有人乱扔烟头。我回到欧洲时，看到大家随便扔烟头，我真的很生气。最糟糕的是，在波尔尼车站的人，他们把烟头扔在轨道上。 那是扔烟头的地方吗？你们这些白痴，为什么要把它们扔在那里？你捡不起来。在这里，没有人会想到那样做如。如果你抽烟，你会把烟头带回家。这里没有垃圾桶，这有点烦人。但人们会把垃圾带回家。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真的非常守规矩。所以，是的，这里更干净。我是说真的。

我想提醒大家的一件事，就是尽你所能去做。我们必须形成一个网络，就像 Ezekiel 通过联系我和其他人所做的那样。我们必须创建一个反对当前荒谬情况的人的网络。我们必须揭露它，并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对抗它，尽我们所能，并尝试使其互联互通。我们不应该建立大结构。

我们在欧洲和北美正经历一段疯狂时期，这正把我们引向一条非常黑暗的道路。所以不要认为你无能为力，只要做你力所能及的事。这就是我想传达给大家的信息。I think 我完全同意你对所有观众所说的话。